翻嚟睇第五場賽事，呢場就四班嘅千四米啊。咁第二滿馬咧就係超勁勇士啦，2.4倍開飛嘅過完關就2.3倍，到最後階段咧回翻上呢個2.6倍啊。海船進騎有啲過關飛喎，8.8倍開飛過完關就6.5倍，不過之後回翻嘅上翻去11倍啊。三元覓路咧臨尾啲飛勁咯，開飛17倍，開跑嘅時候咧落到得翻5.8倍。另外暴鯉如飛喺最後階段亦都著綠燈落到8.9倍啊。好，第一跳出嚟嘅时候啊，咁幸运飞弹啊稍微缩咗喺后边，超劲勇士唔系好愿展步，依家尾二慢慢骑翻起佢走翻上啲啊，前面快噶嘛，见到中间位置得益良多蓝衫嘅，出边仲有只暴鯉如飞啊，金元宝马第三，龙泉第四，内兰红眼罩第五咧，仲有野马神器啊，咁啊白衫蓝帽第六位咧就系呢只三元觅路啦，再后边有正义区啦，海泉进骑啦，好多层啊嘛，咁啊见到呢只超劲勇士系二搭尾六到啦，外边好有利啊，咁啊尾四位置幸运飞弹啦，尾三英明勇将，尾二行。进宝区啊，暂时包尾系嗰只上蒲精神嚟噶。转紧弯嘅时候，前面暴鯉如飞就贴栏带嘅，龙船走咗上嚟第二啊，霸到内栏第三啊，得益良多。第四位白衫蓝帽三元觅路啊，第五位金元宝马啦，咁啊移咗出嚟二搭，黑衫红眼罩第六位中档赢马神器，响出边蓝眼罩黄衫咧，咁啊仲有呢只海船进骑，后多层啊嘛，超劲勇士打出去啦，拱埋嗰只好有利咪一齐揈出去啦，跟住后边嘅马仲行进宝区啊，最出嗰边英明勇将兜到嚟最后300米，暴鯉如飛仲係好硬嘅佔先噶，咁啊跟住佢後邊有得益良多，中間位置三元覓路追緊，出邊超勁勇士上跟嚟，馬林中間仲有金元寶馬嗰啲，兜到嚟最後100米，暴鯉如飛仲係佔先一個身位，三元覓路逐步追緊，外邊位置金元寶馬最出超勁勇士埋邊，得益良多接近中啲，暴鯉如飛一放到底跑第二名，超勁勇士啊，第三名嘅馬咧呢就三元覓路啦，第四名係金元寶馬。即係超勁勇士其實都克服咗幾大難度，初跑千四轉個大彎，其實轉彎嘅都唔係好順暢嘅。應該一睇下咧，起步嘅時候佢真係唔好彩啊！你望下，哇，四檔嗱呢度已經夾一下啦。好啦，跑跑下咧，其實嗰度要再避一避嘅。嗱，呢度又避一避嗰只海船進騎兩下。嗰啲就諗住放啊馬啦，諗住贏馬神器會放啊，得益良多都放啊，但係佢捉喎。係啊。咁啊，結果益咗只。吴家安啊，真系呢个新婚礼物啊，咁都俾佢埋到难，12檔啊，咁轻松俾佢喺呢度埋到难。埋到难同埋系就系啦，卡生你成日都讲单骑领放冇压力啊嘛。最杀食啲招噶啦。系咯。但系即系预计里边应该走嗰啲马都冇走啦。变咗就即系虽然暴鯉如飞就系话你计落个档位已经有啲难，12檔杀埋嚟，但系结果佢都系好轻松咁就已经杀到埋嚟咯。贏佢贏到呢度咯，再加埋就係即係超勁勇士起步嗰度唔係幾好彩，塞得比較厚啲。呢度一路賺出去，呢個彎佢要賺出嚟。你初跑千四三歲，如果喺度咁樣賺出嚟，係咯。其實呢個第二強嘅啲馬質素都唔使懷疑。喺直路中段，你見到阿潘頓都唔錫佢話，連環抽幾下嘅。不過就真係冇辦法啦，追唔翻啦。咁呢啲上次都走曬光㗎啦，潘頓上一次冇騎，可能都覺得自己老襯咗，即係。即刻立翻住啦！呢啲最緊要繼續立住啫。如果繼續立住，呢啲馬都係犀利。因為如果你計個form咧，都係即係有啲驚噶嘛。你三歲馬上次係跑1200，今次即刻增程上嚟跑1400米，即係好容易就會冇噶嘛，係咪？不過計嚟計去，佢穩啲嘅呢組，因為其他對手又唔係話真係好叻，咁啊贏唔到都喺度啦，會。好叻噶啦，咁樣追翻去第二，形勢都幾唔就嘅。嗱，睇下第二名張相啦，就係呢只超勁勇士。分段時間啊，頭段13秒45啊，第段22秒4，第三段23秒09，末段22秒6，總時間咧1分21秒54嘅。我諗早段唔係俾個三文治佢嘆下咧，咁佢應該又唔使咁姣嘅，畢竟上一次喺1200度上嚟，可能喺第四檔加翻前少少，咁啊轉彎嗰度又唔使咁樣壓出去啊，咁狼望，咁啊都未必一定輸得俾你暴鯉如飛嘅，咁暴鯉如飛係賺咗個形勢，即係都幾好彩咯，我覺得呢場佢真係。係㗎，即係其實你而家一睇到即係點解佢追，即係超勁勇士追唔到嘅頭馬就係、是。
即係佢又遇到一啲意外咯。咁你計落去布里如飛就真係一隻真係比較均速啲啊嘛。但係結果真係啱啱好啊，千二啊太短，1650米咧又贏唔到。結果中間落墨就喺呢一場千四米俾佢搏到長頭馬咯。不過賽前諗唔到佢咁易買得到欄嘅。冇噶，因為真係諗唔到噶。不過臨尾啲飛咁勁嘅時候，有時都可以跟。咁又唔係就係佢勁喎，三元命路臨尾啲飛都好勁噶喎。咁三元命路都近啦。開頭冇飛嘅，十幾倍冇飛嘅，冇飛咁臨尾哇！直情排山倒海喎！係啊，因為你如果計馬房同埋騎師咁，今日合作有頭馬噶嘛，但係好似即係開頭嘅時候真係冇乜動靜喎，係去到臨尾啦，咁先至見到啲票數咁犀利咯。咁啊，睇下呢一場翻嚟就其他啲馬就冇乜特別問題啦，贏馬神氣啊，好有利啊，海船進佢啲驗過就冇明顯異常之處嘅。都冇乜特別嘢啦，係就係一路跟進嘅，梗係呢只即係而家跑第二嗰只大熱門啦。超啦，呢個分數仲係。係啦。